家的路冷冷清清，路灯下的人影渐渐散去，晚光起又过尽。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把我当嫌疑犯的吗？我想过无数种你会回来的理由，旧情复燃，想跟我重修旧好，或由爱生恨，想回来报复，我都能接受，也必须接受，因为这七年是我欠你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你竟然把我当成嫌疑犯，接近我只是为了彻底的毁掉我。不，今天晚上我本来想把我的心意不差一分一毫的全部告诉你，告诉你即使错过了七年再次相会，我还依然会爱着你，告诉你即使我脑海已经忘了你，但我的心依然会记着你，告诉你即使我能决定所有的事情，但唯有爱上你是我无法改变的事情。对不起。陆先生，您点的蛋糕到了。此时此刻我看着这蛋糕反而觉得很讽刺，当初你在酒吧保护我，在我昏迷的时候守住昏沉，是真心还是算计？条回家的路。